釜山影展直击，张柏芝、李亚、韩星红毯最美，汤唯主持处女秀。2012第十七届釜山影展今天开幕，亚洲各国巨星齐聚一堂。柏芝代表危险关系出席，他一身金闪闪大秀美背，成为红毯上最美丽的焦点。哎，同片另一位女主角章子怡呢？她和男主角张东健都临阵缺席。哎，难不成后不见后的传言是真的？再看另一个美丽的焦点，这是一个给我带来非常多美好回忆的城市，在这里呢。我有了很多，交到了很多朋友。没看过汤唯主持吧？汤唯釜山影展献出处女主持秀，和韩国影帝安胜基担任开幕红毯主持，韩国女星们更是活力全开啊，在红毯上争奇斗艳。不过这些叫不出名字的女星啊，为了博版面，露得比其他大牌更用力。压轴出场的是开幕片《寒战》的梁家辉与郭富城，两人在下午就已先出席媒体试片记者会。隔了六年，这次我能够把《寒战》这部电影，然后成为也是香港电影的代表，参与这一次的釜山电影节的开幕电影，我相信我跟家辉的心情都是一样。作为香港电影的一个演员，17年来。从来没有香港电影或邀请，作为开幕电影，我也是第一次到釜山来，我感觉非常骄傲。不过梁家辉，好像太高兴了哈，拍照时竟然情不自禁牵起了晨晨的手。苹果娱乐新闻，釜山直击之，闻到釜味了，报道。